大家好，我是咕咕妈。洗衣服、做饭、加上打扫，当妈妈真的很累呀。嘿，这次故事的主题是娃儿想当妈妈。待着别动。帮你晾衣服。天哪，谢谢，但是妈妈做完了。啊，那么多的。啊，哇哦，妈妈妈妈真的好厉害呀。娃儿以后做了妈妈也可以的。当了妈妈的话。以后当了妈妈。啊，咔嚓咔嚓咔嚓嚓。是我的，让我玩一会儿。现在，哦，你们真是的。妈妈，手绢在哪里啊？到处放才找不到啊，抽屉里找过吗？下次一定要放回原来的位置。是的，我的。哎呀，你第一次看到汽车吗？你们两个说了让你们好好玩。是的。瞌睡虫，鼻子要擦呀。知道了。妈妈真帅气。孩子们吃午饭了。好，嘿，耶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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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，好吃，真好吃，真好吃，真好吃，我们妈妈的手艺是最棒的，妈妈太厉害了。我也得快点长大，要做像妈妈一样的妈妈。好好来了。你好，天哪，老公。我天哪！你说什么？别出大事了，包包包。哦，好好好。哎呀，还得化妆呢。包包在哪儿来着？快点，快点！得快点，得快点。哎呀，爸爸把文件放家里了，现在得送去。我会快点回来的，你们能乖乖的看家吧？当然了，可以做的。早去早回，家里的事不用担心。天哪，好的，拜托了娃。啊，不要担心。那我走了。首先从打扫开始。哇，来找我，干干净净的。啦啦啦，阿嚏！快交出来！不要，我现在玩着呢。快点给我！不行！啊，又吵架！都说不行了，快点交出来！好了，要好好的玩。快点给我！都说不行了，真是的。那个给我。小神探先玩的，人家正玩着呢。被抢了会开心吗？虽然那样。那时候应该说借玩一会儿，那么小神探等一会儿还能玩吗？能暂时借我一会儿吗，小神探？好。做得好啊，小神探。帽子你做的也很好。今天我是妈妈，所以我来说我爱你。不用了。我爱你，紧紧的。不知怎么跟妈妈不太一样。萌啊，真萌。看看你，瞌睡虫。瞌睡虫，用纸擦擦鼻子。谢谢。真是的。
现在很忙，你自己擦吧。哼。卷儿没有什么呢，手绢又不见了，又没了。没办法，今天我是妈妈，我来帮你找吧。谢谢。哇，找到了吗？还没。客厅也没有，我们房间里也没有，厕所里也没有，厨房里也没有，妈妈房间里也没有。对不起，小卷儿，妈妈在的话，应该早就找到了。那个不是我的手绢吗？啊，对不起，掉地上捡起来放兜里给忘了。哎，真是的，太过分了。你自己的东西应该自己保管好啊。啊，对不起，婉儿妈妈。婉儿妈妈，得让花儿也叫我婉儿妈妈。但是去哪里了？哦，花儿，啊，哇，花儿，现在在做什么？你们好。是，你好，邮递员叔叔。你好，但是妈妈呢？外出了。在看家呀，都长大了。名字叫……晚安，今天我是妈妈。哦。妈妈的活太忙了。是吗？真的很累啊。对呀，我们家孩子还不听话。啊，得收衣服去了。辛苦了。谢谢。哎呀。没事吧？好了，没事。今天我是妈妈呀，嘿嘿。看不见前面了，帮帮我！左边！多亏你们这么快就收完了。谢谢。那么接下来就是给花浇水。好忙。我可以吃饼干吗？可以吃吗？不行，妈妈没让吃呢，当然不能吃了。现在娃儿不是妈妈吗？哦，什么？对，娃儿妈妈。你是的妈妈。拜托了，娃儿妈妈。没办法，那样叫我妈妈。那就稍微尝一下味道吧，但是绝对不行。行不行啊？妈妈还不回来？怎么了？好想妈妈呀。爸爸，喝水虫，我给你念连环话，别哭了。不要。这个时候，小犬拜托了。哇，这时候应该唱歌。花，不要哭。妈妈很快就回来了。英雄不能哭。连小神探，如果是妈妈的话，真的妈妈的话，如果是妈妈的话，妈妈回来了。现在妈妈回来了，没事的。今天娃儿就像妈妈一样，帮我找了手绢。
还给我擦鼻涕了，还收了衣服。是爸爸玩妈妈。天哪，真的做得很好啊，谢谢娃。要想像妈妈一样还差太远，太累了。妈妈回来了真好，还是妈妈最棒。总有一天娃儿也会成为一个好妈妈的。来，饿了吧，给你们做晚饭。哎，妈妈饿了，妈妈。我们娃儿帮妈妈做了家务哦，娃儿妈妈以后也拜托。那么再见了，咕咕猫。